爸是为我才搭上性命的，我不能什么都不做，手里已经没有牌了。有，你还有一张牌。我这两天都忙忘了，我从八字丹那儿还拿到了一票投票权。我不想投这两个人啊，我怎么能投我自己啊？那京剧打成了平手，按照董事局的规定，就是没办法产生新一届的董事长啊。那今天大家不就是白忙了半天？想要和你遇到。